鍾培生先生，我諗過啦，以下我嘅答覆，我俾200万港纸俾你，你俾我打喎。鍾培生同林作口水戰又有新發展，林作凌晨出片表示願意俾對方200万，但要對方俾佢打。其實有唔少網友都覺得林作今次玩大咗，不過鍾培生今日再發文，更上咗手攞住100万现金嘅相，然後寫上林作呢度100万，你簽咗佢就係你嘅，我唔想同你拉上任何關係，擂台面前人人平等，你要借我上位擂台見，我相信打得成會係近年香港人最開心嘅事。